大家好，我是玩过100多款 VR 游戏的聘个丹。今天我们来玩一款 VR 体育游戏啊，它的名字叫 All in One Sports VR。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特别嗨啊！今年的奥运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，所以我们就在虚拟世界里来玩一个迷你的奥运会吧啊！这个游戏貌似可以玩10个项目啊，而且还可以这个自定义你的服装啊，总之就感觉特别好玩。所以我估计今天这期视频不见得能玩到所有的项目啊，我们能玩多少就玩多少啊。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，先玩这个篮球。哟，把小人吸引过来了，你选一个项目就会把这个小人弄过来放在这儿啊。 Start 选 Single 吧啊，我估计在国内不见得能连到人。 Start 走，我们好好瞄一下，好好瞄一下就能进。你看，哎，哇，还有尖叫声，有意思。这个美术风格非常的简单，但是很 Q 啊，我喜欢。它不是那种劣质的美术风格啊，它是有一点简单但是可爱的风格。如果其他项目也都是这种风格的话，我觉得哎就会很好玩。你想，你买一个游戏可以玩10个运动啊，我觉得还是很值的。哇，篮下，哎，篮下好难啊。其实就是你第一次打这个角度你就会不适应啊，力度啊，角度啊，手势啊，勾手，哎，够大了，劲儿不能太大啊，劲儿太大就不行。哇，这又得大劲儿了。这游戏绝对练手。我好久没打篮球了啊，这也不错。喂，是3分球吗？啊，是三分球的位置啊。只要你一直得分啊，这个时间应该会加上。三分，哎呦。好吧，我们换一个项目啊，我们换一个项目。这个篮球项目我觉得是及格的，很好玩。我们换一个项目啊。Let's play all in one sports。夏天玩这游戏就是很热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我穿了一个运动服啊，玩运动游戏要穿这种比较吸汗快干的运动服比较好。乒乓球，乒乓球 ，Table tennis， 乒乓球，来，乒乓球，乒乓球有级别。Level one。Level one， 哦，3-2-1啊，来 ，start， 不需要抛啊，直接打球就行。走，哇，好快 ！Zero， 我切 ，one， 这个角度太刁钻了啊 ！Your service， 来，慢点，哎 ，zero， 好球，好球， two. 我都没看清楚他怎么打过来的啊。我接发球你要小心点啊，走，看见没有，反拉直接一个打正手啊，来看我给你拉一个，漂亮，打这边，太容易了。这乒乓球我觉得也是及格的，很好玩。哇塞，他这扣球动作和球的轨迹不太一致啊，我天，来，哟，这局要输了啊，有点轻敌。我要努一把，
好巧，十比十了吧 ？Your service， 漂亮！你发球啊，我告诉你，看我敲死你！一局定胜负啊，太好了 ！Win， 大叔啊，大叔，看你大叔就觉得害怕。大叔肯定打得很稳，你稳我也稳。哎呦，呵，这个大叔笑开了花。One， 大叔表情还能变化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游戏有些细节不错呀，来打反手啊，好球。8-7。来 9-7 Your service 9-8 着急了 Your service 10-8 大叔我能赢了这局啊，你看我接发球扣死你直接，大叔接住了我的扣球，大叔再见。You win. 我们再换一项目啊，我今天打三个项目就行了，后面呢我们可以下面再录一期视频啊，射箭吧 Archery. 来射箭 Single player 来射箭也是分 level 的、啊、Level one.有对手 ，start。哦，我对手在这儿呢。哎，我天，这跟狙击一样 ，fire。3-7。哇，真是射箭加狙击啊！摆个专业的 pose， 不要射错靶啊 ！6。经常射到敌人靶上。我还领先，我赢了。Ready. 9. 漂亮。7. 这个射箭要简单啊。Ready. 不要动。8-5. 我不射，你也不射啊，兄弟。哦，它的难度在于你拿着弓的时候这个手会抖，过了。哎，绿色兔兔、啊、这游戏的角色设计我太喜欢了，好可爱。 3 哦，这还有风向呢，哦还有时间呢，完了，决胜局啊，下面进入决胜局。 Ready.没看风速，刚才。8-9。风速是往这边啊。Ready。哎，换风速了。8。哇塞，好贱。Ready。10。Yeah。4。关键的一箭。You win. 赢了。第三级的，这是一高端选手啊，粉色的鞋我喜欢，试试能不能赢这个高端选手。7-5。耶，我的分不高，你的分也不高啊。8。漂亮。6。耶。Ready。7-8。第一局拿下，漂亮，是不是在让我 ？Ready。
漂亮。Eight. 十环，哇塞，太帅了。Eight. Eight. Ready. 已经进入赛点了。Eight. Six. Yeah.赢了 ！You win！ 赢了，赢了，赢了 ！Let's play All in One Sports VR。帅帅的这个音乐又起了，非常的街头，非常的 rock。那么我们刚才玩了三个项目啊，我打算今天就这样了，剩下这些项目我们可以下期视频再玩啊。我们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有一个排名，这应该是全球玩家的排名吧？还有什么成就啊？哦，这边还有 music 啊，这 music 在正后方啊。哎呦，可以选语言，哇塞，有中文，有简体中文，同志们，这个就得给好评啊。Customization，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可以编辑形象，哇，太帅了吧！这好游戏啊，真的是好游戏。说到这儿呢，必须要说，现在呢是在 Steam 的这个夏季大促啊。这款游戏我记得是原价90，现在打五折45，我觉得45玩十个项目啊，非常的值啊。不说了，赶紧选衣服。怎么换呢？哦，这样换。哎，小红人可以换皮肤啊。哦，换成粉色吗？粉色多的就是紫色，这个应该是浅粉吧。啊，来自星星的你，哎，可以可以。哦，可以选女生。哦，你看这个解锁成就之后啊，赢得第一场线上对决，这能不能打线上还不知道呢。连续5个好球，羽毛球不失分啊。哇塞，这都挺帅的。没事，咱们慢慢玩啊。好了，形象设置完了，退出。All in One Sports VR 还有七个项目啊，我们觉得下次可以慢慢玩。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感兴趣了呢？还是那句话啊，现在打五折45元，我觉得很值。美术风格各方面，我觉得都不错啊。好，在这儿设置啊，可以设置震动什么的，非常帅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我们继续来玩这个游戏。我是聘个丹 ，We are the future. See you next time.